是谁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对不起，梦里。他是梦里？不是，梦里不是会死亡苏联吗？他怎么会中暗器啊？都怪我。不怪大哥哥，是他保护了我。以前呢都是你照顾我，现在换我照顾你了。收，那只小梦里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天河呀。嗯，那我呢？有印象吗？你现在只是变成小孩了，以前我们都是大人的，咱们俩以前可好了。我不记得以前，但我们现在也可以很好呀。梦里，你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那么贴心，不像那个明光一点都不懂事。那个保护我的大哥哥呢？怎么不见他？哦，你是在说紫英师叔吧？他在旁边房间，我带你去找他。紫英师叔，你怎么在门口不进来啊？刚刚小梦里还说要去找你呢。大哥哥，进来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